右手食指痒，右手食指痒。我看那个拜登呢拜登现在已经知道末日要到了啊，末日要到了，知道末日要到了啊，知道末日要到了啊。一旦呢下台一个，很多责任都要被追究。但是他想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，想再搏一把，再来给他造一场。但现在这一次啊，不像上次了。上次是人家出其不意啊，他来一个出其不意，人家没意料到，来了一个拜登曲线，造假成功了。这一次啊，人家盯得紧了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了。而且人家一看，拜登成功的希望不大的时候，人家都不愿意干了。不愿意干了。川普啊，越战越勇的时候，人家就，大家就涌现出来，支持川普啊。拜登越是感觉，败相一路的时候啊，人家愿意为他买命的人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少了。这种就是发动的人，真愿意投票的发动那些人出来，作假，他们有点怕了啊，因为上次是大规模作假，把柄好多抓在人家手上。只是说司法部也是自己的人顶着，司法部门都是自己的人顶着啊。这一次，支持川普的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再加上高院，也是支持川普的，这样一搞一搞，人家愿意为他们请了这些，在线作弊的人呢、啊，越来越，不敢了。上次是侥幸心理，或者侥幸心理成功了啊，这是没那么容易的了啊，没那么容易的了啊，没那么容易的了。而且人家要，人家不愿意再上，拜登这条破船了啊！随时都可以沉默的，而且他不争气的儿子啊，也拖累了大家，所以这么一来以后，大家，这次好多人心灰意冷了啊，心灰意冷了啊，很多人都开始找后路了啊，找后路了，拼命策划再次造假的人，不多了。有是有啊，但听的人不多了，也知道已经大势已去，大势已去，好，知道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